这是怎么回事？让我们进去。哦，查德，欢迎。嗯？什么？你让他进去？这太让人生气了。嘿，你看看这个，我和我爸爸正在为电影院剪彩。这是5D 电影，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！哈，该起床了吗？做早操了，体育频道在哪里？我们开始吧。哦，这太可怕了，我们离开这里。什么事花了这么长时间？快点。请进。查德，好好享受电影哦。嘿，他插队。我们需要2个位子。等等，请给我们拍张照片。哦，当然，微笑。啊，好了，那什么，保安，非法拍摄。哦，我来了。这是证据，你违反了法律，跟我来。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让我走，请坐。哦，不，我要哭了。快点，我要把它换成体育频道。加油，男孩们，加油。他什么时候离开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观众为什么离开了？说重点，这个图显示了我们的收入，这是我儿子出现的地方，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查德，你在听吗？看，我有个主意。混合奶酪和汽水，这种独特的奶酪味道的汽水会直接进入你的爆米花里。我会试试的。太恶心了，没门，这是不可接受的。行，忘了奶酪汽水吧，这是我的新主意。一桶爆米花卖一桶钱，从现在开始你会得到一桶爆米花，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支付一桶钱。这是一个好主意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这太聪明了，向我的儿子学习，不要做白日梦，什么也不做，开始工作。你为什么坐在那里？回去工作。每个人都这么懒，我如何增加我们的收入？也许我们应该重新粉刷一下墙壁。如果你可以放松了，下一个我在听。我们要奶酪爆米花。这个吗？我有更好的选择给你们。太好了。等等，一切都完成了，好好享受。你要什么？我想要套餐。套餐，这意味着组合。这是你的套餐，谢谢。好恶心。那什么套餐，太恶心了，给你吃我的爆米花。查德，给我那个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
向左一点，向右一点，停。儿子，这是一部新电影，这是唯一的副本，保护好这个光盘，我有些东西要处理。哇哦，看，这是新电影，酷，对吧？等等，耶，不要着急。哦不，你做什么？光盘毁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观众们来了，这不只是 3D 的，而是 VR。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，效果很好，全神贯注。蜘蛛网是如此的真实，哇哦，太棒了，哇哦，讨厌，这些标志需要固定好。哦，狗，这条织带会成为一条很好的绳子。保安怎么了？你在做什么？什么都没干，我只是太无聊了。我有个主意，小狗狗，去捡过来。太好了，现在我做保安。这个标志需要更新。哇哦，这是一个很棒的工作，请出示你的票，好好欣赏电影哦。这是你的眼镜，等等，给我你的眼镜。我会升级它们。完成，这是你新的 3D 眼镜，好好享受哦，谢谢。我得走了。这个还是那个，我无法选择。什么？这很容易。哦不，不要离开！哇哦，笑死我了！哇哦，他是怎么待在那里的？这太酷了！哇哦，太棒了！我头晕，很快再来哦。这就是结局，我破产了，再见，电影院。我必须卖掉它。给你，爸爸，我赚了一点钱。哇哦，儿子，我被拯救了。这给你，你赢得的。什么？就只有这么多吗？你喜欢我们的新视频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并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呜呼声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